我还有一个好东西要告诉你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懒人的最爱，这个是叫锡纸吧，它是不怕火的，不怕高温的，也是一次性的，但是几毛一个吧，很便宜，我大概是一周换一个，它就把所有的油污给挡住了，然后下面还是很干净。这个最里边没有挡住的就很多油，前面有人说我这个厨房是不做饭的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烧菜的证据。所以说厨房干不干净还是要看人的吧，你们买的时候要选厚的，如果薄的话会容易坏，也差不了几个钱。